那人叫程巨树，北齐八品高手，受了伤行动不便，否则我不是对手。我将其格杀，没让孩子瞧见血腥。我杀他是因为昨日午后，子京与我同行，在牛栏街遭遇刺杀。昨夜点了这盏灯，决定留在京都之后，他跟我说过一番话。我不愿住在城内，每晚必会回家，记得为我留盏灯。你不回，灯不灭。范公子在京都危机四伏，我在他身旁福祸难测，或许有一日这盏灯便等不到我。范公子他怎样了？紫荆，原本若不是为我，他不会死。我欠子京一条命。我曾经问他，明知艰险为何留京，他跟我说他一直艰险，也想过离去。只是范公子待我已成，视我为友，我留下不是为报恩，不是为护主。虽不曾说出口，我却也将你视为知己。你小我些年岁，我便把你当弟弟。既是如此，我又怎能将你一人留在京城，面对人心叵测，明枪暗箭呢？我留下，是我心之所愿，便是刀山火海，生死混淆，我亦不会。范玄，我把他们托付给你。